你还在喝三合一即溶咖啡吗？你还在花一杯七八十元却不是你想喝的咖啡吗？奶精来源 OK 吗？这杯太甜了，那么酸涩怎么喝啊？还要清理咖啡豆渣，自找麻烦。咖啡已经深深植入每个人的生活饮食中，但你每天喝却每天抱怨。现在你可以不必抱怨，喝完绝对称赞的咖啡要打动你的心。比亚乐提意式胶囊咖啡机法拉利红，真正来自意大利的经典工艺，具有百年品牌的比亚乐提意式胶囊咖啡机，对于咖啡粉的挑选、胶囊的制作与咖啡机的研发，都坚持意大利的正统品味。为什么比亚乐提意式胶囊咖啡机法拉利红泡出来的咖啡特别香浓好喝？三大理由。第一，比亚乐提意式胶囊咖啡机的主机配备专利萃取系统，具有等同商用专业级咖啡机的20巴高压帮浦萃取压力以及 bypass 稳压功能，经过大师精准调整的30秒咖啡流速，充分浸润咖啡粉，却不会过度萃取导致苦涩。咖啡中心萃取温度为90度，是意式咖啡的最佳温度。比亚乐提意式胶囊咖啡机的用心制造，早已超越一般家用机。比亚乐提意式胶囊咖啡机造型经典，体积小巧，可以自行设定水量。LED 水温指示灯、干湿分离、自动掉落胶囊系统、十颗胶囊气质盒设计、0.7公升透视水箱，处处用心，顶级制造。第二，咖啡胶囊足量7克，采用浅碟形状，受力面积大，加压垫片能充分萃取出带 Crema 咖啡油脂的浓缩咖啡。胶囊内采用全滤纸包覆，可以保持咖啡的新鲜风味。胶囊底部采用双层滤网，可以创造丰厚绵密口感，更用氮气密封保鲜24个月。第三，精选咖啡豆，依不同比例调配出5种风味的咖啡胶囊：阳光拿破里、热情罗马、华顺威尼斯、时尚米兰、低咖啡因意大利5大系列，粒粒精华，口口香醇。就是这3大理由，绝对要让您尝尽意式咖啡精华，品出百年经典口味。医学报道，一天一杯咖啡有益健康，减少心血管疾病，不喝咖啡的人应该加入。喝咖啡的朋友更不能错过比亚乐提意式胶囊咖啡机的美味，远远超过即溶咖啡、超香咖啡，甚至研磨咖啡，帮您省下选咖啡豆、调咖啡豆、清理豆渣的烦人琐事。现在有了比亚乐提意式胶囊咖啡机法拉利红，开机50秒，一杯只要20元，立刻让您享用有如意大利师傅亲手调制般的好咖啡，口口香醇，杯杯香浓。